难道是斗皇级别？不，不止，那个黑袍人，难道是斗皇？这气息，他们当中竟然有和女王陛下同级别的斗皇！小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多谢各位前辈出手相救。小帅哥，姐姐待会儿再陪你玩。 今天吹的是什么风啊？平日难得一见的人类强者，居然成群结队的出现了。阁下就是蛇人族八大部落之一的魅族首领月魅吧？在下古河，求见美杜莎女王，有要事相商。蛇人族与人类交恶多年，彼此都沾满了对方的鲜血，还有何事好谈？识相的赶紧滚！古河，说那么多干嘛？再耽误下去。 你要的东西说不定就没了，直接动手吧。月魅姑娘，事态紧急，得罪了。哼，你们一起上吧。月魅何曾怕过谁？哈哈哈哈，很好。嘿。 听说蛇人族强者能将魔兽的灵魂抽离，修炼成独特的技能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厉害。可惜控制斗灵级别的魔兽已远超他的能力范围，撑不了多久。有两下子吗？再来！<笑>真讨厌，你们两个人欺负人家一个。 不好，快拦住他！蛇之计，分化！拦住这些蛇，别让他跑了！嘿，停！小帅哥，啊！好险呐！多谢前辈出手相救。 这里即将有场大战，想活命的话，趁早走。我月魅已逃，我们要尽快赶往蛇人部落。奇怪，为什么这人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丹王古河、斗皇，这些强者聚集到这里干嘛？当然是为了异火呀！哎呀，师傅，你终于肯出来了。 以古河的感知力，肯定会察觉到师傅的存在，所以你才一直躲着不出现吧？你还记得之前云岚宗的那些人吧？哼，当然记得。既然他们的目标都是异火，师傅，我有个好主意。说到主意嘛，为师刚好也有一个。 在下古河，求见贵族美杜莎女王。人类快滚！尊贵的女王陛下岂是尔等能见的？快将那女人出来，否则我就把这破地方夷为平地，敢对女王陛下不敬，找死！各位稍安勿躁，我们对贵女王有事相求。少心性作态了，我已发出集结信号，等我蛇人族八大部落首领聚齐。 怕是你们也难活着走出这片沙漠。各位首领，请务必转告美杜莎女王，古河愿用最珍贵的丹药与她交换一。莫巴斯大人，月魅大人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不，部落中多处发生爆炸，还在现场发现了这个。这是人类的鞋子。鞋子。 卑鄙的人类居然暗中偷袭！今天这里就是你们葬身之地，放箭！等等，这一定是个误会！武河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蛇人交流只能用拳头！浑水计划成功，接下来就要摸鱼了。
是变成这样根本没办法走路啊！师傅，你这是什么烂主意啊？没有我的化蛇丹让你变身，你能混进来布置炸药？趁乱快去找异火。可是这里这么大，上哪儿找啊？为师知道，我也是异火的拥有者，能感应到其他异火的位置。那快走吧，师傅。不过，收服异火相当危险。不，不是危险，是九死一生。我不怕，可是这样走路好痛苦，我的腰就要断了，师傅。哼哼，为师炼制的丹药都是原料精良，效力绵长，再坚持坚持吧。哎呀啊！师傅，异火真的在这里吗？怎么一个守卫都没有？嗯，我能感应到，隐藏气息，先进去看看再说。啊，又怎么了？哈哈哈哈！美杜莎女王，赶快滚出来受死吧！行军女王，除非踩着我的尸体过去，碍手碍脚，那么想死的话，便成全你。放肆！女王陛下，女王陛下，是女王陛下来了！是美杜莎陛下来了！美杜莎女王，美杜莎女王，这女人好厉害！美杜莎女王，好久不见。伤我族人，毁我城池，加玛帝国是想与我蛇族再次开战吗？她就是美杜莎女王。奇怪，女王身上并没有异火的气息。管她的，女王都出来了，现在不偷异火更待何时？终于找到了，青莲地心火。这气息是女王陛下。成功了，女王成功了。还是晚了一步，我们走。好。想走，说得轻巧。毁我圣城，伤我族人，还想说走就走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哼，言辞，就凭你想瞒住我们？他一个人不行的话，加上我呢？蛇人族八大部落首领都聚齐了，看来得认真一点了。顾河，你们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云宗主，怎能留你一人在此？对付八个斗王已经有些麻烦，还要照顾你们的话，胜算更低。快走。好，云宗主请小心。云岚宗见。云宗主好大的口气啊，就算你是斗皇，要对付我们恐怕也没那么容易。是吗？那就来试试吧。生如梦，别或风。
情多重，半黯淡，半绚烂，半千帆。一夕风，一曲梦，梦里为谁心动？轻萧瑟，如烟火，轻扰内心悸动。儿时许下的承诺，独行半夜空。一缕红，我苍穹，灼热海誓山盟。纵使我路斑驳，也会信守山河。前路墨画千万朵，一路红尘陪。